我觉得团体赛就是不谈这个水平高低吧，因为我觉得团体赛一切皆有可能。你像昨天我们也是在悬崖已经基本是掉下去了，然后再一步步爬上来，我觉得这就是团队精神嘛。然后也是能看到我们看到对手韩国队也是非常的顽强，对，这其实对手其实并不是很熟悉，但是我非常的拼。